We're here in the heart of the apartment community at Huashanlu, a seemingly innocuous community. But little do the people know every day when they walk by this doorstep that beneath them lies a festering cesspool of debauchery. I'm just kidding, it's just a practice room where bands practic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love about China is the abundance of practice space. For example, in America, if I want to get together with my friends and play music, I have to worry about neighbors, noise complaints, not to mention bringing your instruments, especially drums, to wherever you want to go. But it seems to be in China, underground, there's a whole network of these kinds of rooms where you pay a little money, you have all th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vailable, and it's underground, you don't bother anybody. If you're really curious about what it's like to be young and aware in Shanghai playing music, you gotta go to a place like this to really hear the underground sound. 很单纯的东西，然后就说，你只要努力就OK，什么东西都能得到。但你到社会，你就觉得，我靠，这个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就可以就行了。很多东西都是你身为人都是很被动的，就不是你说了算，你有些东西再怎么努力都不行。那你会被很多人控制。所以我想表达一些很多都是一些无奈啊、愤怒啊这种东西。 但神风自多一点，对对对，有一点点讽刺吧。因为我写歌的这些歌都是刚毕业的时候写的，那会有很多一些愤怒的东西。但现在慢慢慢慢觉得都适应了，然后我现在写的一些歌都稍微有一点点情绪降下来。比如现在我上班地方就是国家的一个单位，然后肯定不爽。 然后大学的时候也是自己想学吉他组，然后我就自己学啊，然后自己练啊，组乐队，就这样，然后一直找到找了他们。那我就因为高中就开始听摇滚乐嘛，就听了蛮多的，然后一直想做，但是没时间嘛。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去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大家都在弹吉他了，然后我就不弹了，因为这个。 就不太喜欢大家都做的一件事情，我也去做嘛。后来就弹贝斯嘛，也正好其实组乐队的话需要有人弹贝斯嘛，那就弹一直弹弹弹弹。我觉得这个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吧。像我就比较处于那种掌控权比较旺盛，那他就比较性格比较闷骚，就闷在后面弹贝斯。你呢？我比较要命。摇滚乐是比较原始的一些情绪的一些。 释放吧，就你抛开一些很多，需要技术性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从心里面直接是迸发出来的一种情绪，可能你不需要一个很多的一个音乐框架，不需要学很多太复杂的一些乐理，可能一个大三和弦可能就把摇滚的东西表达出来。我觉得嘛，摇滚。 最主要还是靠，其实跟流行比起来不一样，就是说流行你就可能注重旋律上的一些东西，摇滚其实你听这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乐手的存在嘛，你就可以哦，这个鼓手很不错，哦，这个贝斯手很棒。我觉得这已经就是摇滚乐了，但现在已经很多风格已经很多做不一样的，包括什么有合成器啊各种，我觉得都挺棒。对，跟流行区别应该是流行更多是在乎听众的一些感受，对吧？那个摇滚乐。 更多的在于我们自己内心发出的一些感受，所以说我们摇滚乐更加自我一点。名字叫 Naohai， 其实也没想太多，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北京的一支乐队叫红河战队，因为那个当时他们我听他们东西的时候，他们也解散了，然后觉得挺可惜的，然后也有取决于也有向他们致敬的一个意思吧。他们不是有首歌吗？对对对，他们有首歌叫《闹海》，所以也叫《闹海》。 因为我们是上海队嘛，所以风格也比较闹，所以说这叫闹海。